1942年春，中缅边境，日军重兵集结，图谋彻底切断我大西南战略物资转运通道。存亡攸关之际，中国远征军豫二师临危受命，与日军展开正面厮杀，誓死保障滇缅公路与驼峰航线安全无虞。而这一战的胜负结局，将直接决定全国抗战还能否为继。报告师座，洪子杰所率领的特战小队已成功潜入敌人腹地，请指示。立即给张建功下令，命令突击连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强攻，给特战队争取时间。是。我已经派出特战队去炸毁敌人的弹药库，你为什么还要进行空袭？这场战斗必须胜利，只有飞虎队才能完成，而不是特战队的那四个人。你要知道，空袭会误伤我的特战队。对不起，我无法信任他们。马上把飞机叫回来，
待して。大役の演奏者はそろそろ着く。必ず乗り換えの準備をしろ。分かった。誰か。はっ。トラックはどうした？もう着いたのか？まだです。
团长，啊，敌人有炮火掩护，根本攻不上去，赶快请示师长。再这么坚持下去，敌人一个反扑就全军覆没了。师长的报告电话命令，再等一个小时。等什么？特战队已经出动了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坚持一会儿会有转机。这么大一场战役，把宝压在这四人身上，少他妈废话！执行命令，挺住，坚持住，走。连长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我知道，你是好样的。连长，我们都会死吗？一个小时之内。美国人帮忙，
这个阵地也得给我拿下来。是。John, be careful. Right in front, we have the Japanese territory. Prepare the weapons. Steady. Fire!
銃は使うんじゃないぞ。中国人，你想出去，先过我这关。
你想出去？你要我就跑！我进山洞五分钟之后，无论生死，必须撤离。明白。这次的弹药应该是见底了，特战队得手了。传我的命令，让弟兄们打起精神，准备最后一次反攻，给我拿下阵地。把队长的尸体捡回来，你们走吧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，如果老大活着，他会怎么说你？你是个罪人。
严格执行命令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。小白，你刚才回去找我，不但你有危险，还会牵扯到老罗和上官。命令可以执行，但是得分情况啊。还分什么情况？你有危险的时候，记住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任务、生命都是第一位的，而保证的前提就是纪律，要严格执行命令。我说过。 我把你们带出来，就把你们带回去。老罗这句说的对啊，队长，你们这是在声讨我吗？路太平整，没有人车走过的痕迹。估算错了，原路返回。 听见我说的话吗？